早安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这是在花莲的天空，并不像台中，可能还需要仰赖苦罐空气。OK， 我们转过来了，我们来到了星巴克，回蓝星巴克。OK， 跟着我走，我们去发现很特别的地方。今天早上人没有很多，今天礼拜五啊，对，等下人应该会很多。OK， 开着我的小白二号来到了花莲，哎，眼见看到了这个，要不要？哦，后退一点，拉高一点镜头。哎，拉不高，好，不管。我来到了星巴克，回蓝的星巴克。一早先喝杯咖啡洗洗脑。对，每天看起来非常的旅游风。就有人啊，就有人不来啊，对不对？多方便啊，屁股一下就到这里来啊。不过有点尴尬，他妈就我一人来而已。我的 fuck。OK， 早上要来点什么呢？希望今天不要喝到鲜奶，不然没事我都会老塞。为车的那边去拿皮夹，然后由于为了等一下拍照，我听得有点远。Holy shit！爸爸爸爸爸！我靠！我腰，我皮夹掉在地上，猛吧，猛吧！差点回不了家啊！干，真扯，厉害吧？好家在我停在一个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，幸运 ，so lucky。OK， 我们刚刚点了一半，发现干，手上怎么没有钱包？钱包嘞！我的天！
真的有够热的。待会我们要去下一站。那喜欢摄影的朋友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来这边晃一晃看一看。这是新的一个景点，好像上次跟韦氏排团本来要来的，我那时候还没开。OK， 还有飞机，来看一下。你们看，一个小点。Let's go, let's go。花莲路真的很大条，好爽哦，好好哦，随便开，没人管我，耶、yeah, ！我是个屁孩。来到翡翠谷的入口，就看到这个小凉亭，有没有？然后里面很黑。走这个小小的山路，真有点累。好了，我们要进去里面讲究竟了，很暗，非常暗。反正不是第一次走这里，有一个 echo。那剪影呢，把它越暗越帅。Who is this？ 我不好意思，简讯。Let's go, let's go。真觉得台湾卖的帽子真的是有够烂的，那像我去泰国，那每顶都有尺寸的嘛，尺寸的不是用后面去调整，像我的头这么小，那都是夹起来。Fuck， 明明人模人样的，自己讲也是可以的。OK， 看现在衣衫不整，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溪，等一下啊，先拿一下衣服。来看一下前面的戏，哇，漂亮吧，这不知道来第几次啊，每次说戏都在这里，说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哦，走路好累，挑战自我。每年都喜欢做一些蠢事情，虽然说是蠢，不过很多人不想去做，也不敢去做。好累。太久没来，我都忘记怎么走。等等，我会不会不见了？应该是这里吧。来看一下。哦，看到瀑布了吗？翡翠谷。坐这个楼梯，就背着器材，又拿着 Osmo Pocket， 真的是寸步难行。哇哦！正中午来到这里，代表我可能可以下去踩个水。对，成功了，我来到这里了。哦，好嘞，真的还可以拍一个漫画吗？这是第一次我来到这里，屌屌，不错，下楼了。在这里拍照，然后加上一些录影。Let's go！ 欢迎来到翡翠谷。
然后因为开完照我就要下去玩水了，很帅啦，玩啥啥。哦，虽然说现在是冬天，不过还是不会冰，就凉凉的。啊，雪地。现在已经来到我的膝盖了，我的靴。OK， 挑战第二站，现在要怀抱机了，一样我们在往正规的方向。啊、哦，又是有开心！我靠，这水太深了，都没办法。又是到下面了，不过里面有鱼耶，还蛮屌的。来看一下，吃脚皮的鱼嘞，吃脚皮的鱼嘞。下午了，好了，其实有一些高中生，应该是刚考完试吧。哇，现在会不会暴涨欸？这水有一点，有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的感觉。这就是白暴气，维生，维生。
个风格有没有像是在河湾山上面的那一栋老鹰哥啦 ？OK， 来到了这里，我来到夏威夷了吗？不，是突然呀。OK， 这是我住过最贵的一个民宿，一晚要加话5000多块。不过我觉得好处就是那个一个 shark 的东西，一个 shark 的东西，除了我长得很帅以外 ，You see， 无边际的一个海边，超屌的。来，不要看我，看海边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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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很棒，直接就看海边了，有没有？这早上起来可以泡个澡，感觉是很屌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想不开直接跳下去啊！来看要多高，呼，吓死宝宝！啊，这5000多块的房间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一下，而且就我一个人，我耳洞，这酷。每次经过就觉得这一栋很漂亮，也没有机会可以啦。那么看一下，几点可以下去游泳？我们现在来享受一下我们的下午茶。下午茶，下午茶，下午茶，下午茶。You see， 这就叫做 vacation。vacation 会拼吗？英文就是我也不会拼。来到这么清幽的地方，有个下午茶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，而且他还帮你拿你的行李。Holy shit！ 现在来到了房间内，超屌的，超屌的，真的是，哇，这个是什么音响？我看还有音源线，等等。没得插，没有必要。干，怎么会忘记带这个东西来呢？从来没想过要带这个东西来。哇！浴缸又是浴缸，泡不完的澡。我的天哪！还有泡面。好啦，看着我有点累。那哪个方向？重新介绍。首先。木质的感觉，连门都是木头的，我觉得很屌，有个香味，然后电视，哇，音响哎，好，我看到这个 Dennis 的我就放弃了，应该，好了，应该就那样吧 ，OK， 有个壁炉，然后没有。然后直接就可以看海边了，哇哦，小琉璃台，这个是什么东西不知道，然后这边一样的窗户，我们现在来到浴室了，介绍一下这个马桶很厉害，有多厉害呢？它会伸出来，好，现在不要玩。然后浴缸，这个形状是还蛮特别的，从来没有这样待过的，蛮屌的。